对于 BATJ 来说呢，我的本意不是说做一个项目去取代他们成为一个新的垄断，这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打破这个垄断。如果他自愿去打破，那我就觉得太好了，那我 CDC 可以不做了。杨宁，乐博资本创始合伙人，消费链 CDC 总干事，原拆人空中网联合创始人，国内最早互联网创业者。杨总，我们之前了解到您是一开始创立了 Chainrun， 以及到空中网，然后在华丽转身到天使投资人，如今呢您 all in 区块链，能不能跟大家聊一下您 all in 区块链的一个契机呢？我觉得我做互联网其实从开始创业到现在已经快有20年了，所以互联网从一个我当年创业的时候属于一个没有人使用没有人了解互联网的时候，到现在互联网那么的普及，那么的对于每个人的生活当中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20年的这个变化非常的大。所以呢，从这个互联网角度来说，我认为互联网的这个创业的机会和投资的机会，我认为都已经枯竭了，互联网已经变成一个成熟的这个传统产业。所以那区块链是什么呢？区块链是互联网的再次升级再次的这个迭代。所以也就是说呢，这个当区块链出现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的人类将会再次翻篇，再次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所以我就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个事业当中了。那么您本人呢，也是一个连续的成功创业者。那么对于90后来说，其实也是90后翻牌的一个机会。就作为年轻人的话，你肯定要抓住时代赋予你的机会。所以其实每一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有他的机会。所以你千万你不用说啊，这个机会都被过去的人所霸占了，或者说是这个时代这个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事情了。我觉得你从来不能这么说。所以你如果看人类发展的历史，每个阶段都会有它的机遇，而且都是一个再次洗牌重新这个市场的这个规则，包括整个的世界在重新迭代更新形成新的秩序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对于年轻来说是总是有最好的机会的，也就是说也是对我们90后来说对我们的一个支持和劝告。那么作为一个创业的老兵来说，您觉得在区块链行业创业和之前的普通的创业有什么区别？然后对于现在区块链行业的一些创业者，您有什么建议吗？我觉得这个区块链的行业的这个发展速度是非常非常惊人的。我们原来认为互联网行业发展速度快，但是一跟区块链行业一比的话，发现互联网行业跟这个一比简直都是排不上了。所以呢，就说如何去适应这个变化，日新月异的变化。可能你现在觉得这么做是行业的已经形成了一个它的这个秩序和格局了，可能过两天发现这个秩序就被打破了所以呢，这个速度就如此之快。所以呢，也就是说呢，我认为在区块链行业的创业，这个前瞻性和对未来的这个变化的一个预判我认为这个呢是对每一个创业者的这个要求都非常非常的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区块链行业的创业跟过去互联网的区别，就是在于它是一个群众运动。它是一个社区的运动，它是一个需要广泛共识的一件事情。所以这跟原来互联网行业的创业就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你把你的产品打磨好别的你就不用管了，这个不是。所以呢，就说在这个区块链领域的这个领袖精神或者领袖能力，就是你的感染力我觉得会更加的重要如何能够吸引到更多的人来支持你，去加入你去在你的项目里面做贡献如何能够达到更大的这个共识所以呢，这个呢是可能是一个项目成败的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要点。那么在现在这么一个大数据的时代，我们很多消费者的信息都会被猎取而且会被盗用。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状态，您觉得在区块链领域是否能够真正的解决这样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投身到这个区块链行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做互联网这么多年，20年以来发现互联网目前的互联网已经跟我们20年前的那个做互联网的那个初心已经是违背的了。因为这个过去我们做互联网的时候，认为互联网是一个非常公平、透明、公开、开放的一个世界，但现在你如果看互联网是被几个寡头所垄断，那么这几个寡头垄断了这个
用户数据啊，垄断的渠道。其中呢，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啊，大家现在最近也非常关注的，就是消费数据的这个滥用的问题啊。因为在互联网上，大家都知道数据，大数据啊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那么这个数据的来源呢，是来源于广大的用户、广大的消费者。但是广大消费者的数据被这几个寡头啊所垄断了之后呢，他这个数据是如何使用，那就跟消费者就没有关系了。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个数据经常是被滥用的，啊，赚取了非常巨额的利润。消费者第一没有分到这个利润的收益，第二呢，他这个甚至他的数据在被怎么使用啊，他都不知道。第三呢，就是只有这些寡头、这些巨头有大量的消费数据，他们能用。那么作为一个中小型企业，你想用消费数据，但你又没有，大公司就不给你开放。所以呢，这个呢是大数据这个领域，众多的这个不公平啊，这个大家看到了，这很多很多的不公平在这里面。所以呢，我现在做这个项目呢 ，CDC 就是首先呢 ，CDC 就是消费数据啊的一个公链啊，这个基于消费数大数据的公链。那么我想做到的这个是几个目标，就是刚才就解决啊这个数据的这个不公平。第一啊，消费者有权利决定什么放到这个链上，他的什么消费数据放到这个链上。第二啊，这个消费数据在被使用的时候啊，这个消费者是知道的。第三，这个数据所带来的这个价值带来的利益啊，消费者是能分到的。啊，第四呢，因为这个数据是在公链上是开放的，所以你作为一个中小型企业，或者甚至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团队，一个非常小的应用，你都可以用到啊这个链上的所有的这个消费数据。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使这个世界从这个电子商务时代啊进入到一个自由商务时代。因为目前的电子商务一点都不自由啊，被这个几个寡头这个树立的很高的这个壁垒。那么把这个壁垒打破之后，这个世界将进入一个自由电子商务时代。听说 CDC 公链即将开放，那我想问一下，对于消费链您有什么样的憧憬，或者说有什么样杀手级的应用吗？这个公链目前已经在网上在测试当中啊，这个在未来的一两个月之内就会正式的这个推出啊。那么同时我们的这个开发的这个 DApp 也在这个紧锣密鼓的开发当中。我们第一个应用呢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广告系统啊，基于这个消费大数据的一个广告平台。那么作为一个广告客户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啊通过这个平台，通过充币的方式啊，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做广告。同时呢，这个消费者呢就会得到这个所有的这个广告的这个费用。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应用。那未来的应用的话，还会有就是你可以不用我们的这个平台做广告，你可以在别的媒体上做广告，你只是对我们的这个数据进行一个调用和数据的一个授权啊。这种应用的话呢，我相信会非常非常多。我们同时也在做一个事情，要希望的是能够吸引更多的开发团队，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公链上，在我们的基于这个消费大数据的公链上，如何能够开发出更多有创意啊，非常创新的这种应用来用到这个消费数据，来真正的帮助这个社会啊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能够用这个数据来给所有的消费者，给所有的这个商户啊创造价值，这是我们希望做到的一个事情。那您觉得 BATG 会杀入区块链世界，跟你们一起竞争吗？对于 BATG 来说呢，其实区块链的这个精神是跟他们现在这个思路是相违背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是数据垄断的这个中心化的这个受益者。我的本意不是说做一个项目啊去取代他们成为一个新的垄断，这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打破这个垄断。如果他自愿去打破，那我就觉得太好了，那我 CDC 可以不做了。哇，所以您还是非常的大度，去包容一些优秀的一些东西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的，我也希望这个整个社会能够通过这个区块链使整个社会变得更加的公平，更加的透明更加的美好。所以这也是我在做这个 CDC 的目的。
那么我们了解到，在2000年在互联网的泡沫时期，您是卖掉了这个 Chainrin 给到张朝阳，然后那么现在区块链还是好像是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那么如果说是这样的寒冬再次降临，历史会不会将会重演？您会不会再次卖掉消费链呢？上次我为什么必须把我的那个第一次创业啊，就是差的人的这个创业卖给搜狐，是因为当时真的是没钱了啊。当时呢，那个互联网的那个寒冬啊，这个熊市啊，来势汹汹的，整个资本市场，这个资金枯竭了。所以呢，这个差的人当时是啊，这个运营资金已经断了，已经断粮了。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一个创业项目的话，我真的是很不得已、很遗憾的就把这个项目给出售了。我觉得这个区块链的这个创业跟传统的创业有个本质的区别啊，就是传统的创业是创始人和创始团队的自己在战斗，而区块链的项目呢是整个社区、整个项目所有的参与者一起战斗。所以呢，也就是说区块链呢其实是一个公共事业啊，其实更加准确的含义呢，它其实是个 NGO。所以呢，也就是说 NGO 是死不了的。为什么呢？是当你真正没钱的时候呢，你就给你的这个社区就说，我们的项目现在没钱了，大家能不能做出贡献啊，然后呢让我们这个项目能继续走下去。如果说大家对你这个项目、对这个未来是有共识的，那么这个项目肯定死不了。所以呢，但传统创业的话呢，你很难想象你给你所有的员工就说，我们不但不发工资了，我们希望大家都出钱，我们能够继续把这个事情走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区块链项目的这个生命力会更加的强。我相信再冷的寒冬啊，所有的这些项目都会度过。如果这些项目是真正啊有核心价值啊，真正是有一个在做事情的要发展的一个未来，所以我不相信任何的项目会归零。如果说这个创始团队或者整个的这个社区在做事情的话，都不会归零。